你和你女儿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一句话，你不要我的事，你不要管。哎，根本是，这话就到底了呀。你有，亚叔，你有多少年没有跟女儿谈过这方面事情了？我自从她以前谈过一个朋友之后，大概有十几年。就十几年没有和你女儿交流过结婚的事情。哦，不要，这个交流嘛，说明人家是我实际上还有想法了。我没想法了。就你现在住的话，是你和女儿住在一起吗？对呀、啊。就是住在一起这十几年，你也没有提过。啊，没有提这个什么。就你自己享受自己退休生活，你女儿呢就忙工作。对呀、啊，我们这个过星期天了，我家三个人出去吃饭，高兴的时候出去旅游，不是蛮好的。你蛮好的。不是，我原来如果有时候要偷家带口，不然将来也假如说，如果说还要牵连到个教育问题，你管他怎么的，你这个怎么，他教肯教育跟我两方法两样的。我是老传统的，教育这个子女要这样子，不能怎么的，他就要这样，又带来我们这个父女之间的矛盾。那我是这么想的呀。这个你说的也是现实情况，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和老一辈都有点代沟的多少。对，一个有代沟，再说教育的方法也不一样啊。是的。我们是要艰苦奋斗。嗯，是的。对不对？不是有钱你是可以浪费了，你这不可以艰苦奋斗了。艰苦奋斗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是的，是的。那亚叔问一下，你女儿就是不结婚，有没有给你们交流过呢？她就说为什么我不想结婚？不，从来不。她没有主动和你们交流过。不要，这个不需要交流。不需要交流。不需要交流。要交流什么？是的，那就是您亲戚啊，应该家族亲戚有没有说过你呢？没有，我从来不说。水到渠成不好说，对吧？这是很自然的发展。是的，是的。比如说，说不定有一天你女儿结婚了，你也觉得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按照我们中国讲，是缘分没到。对，结婚的时候缘分到了。缘分到了，他又结婚了，对不对？你这话怎么说？那怎么说呢？没记他呢，用记他的话来解释这个问题。你说对不对？嗯、就是不没有去想去催自己女儿的意思，没意思。一切就是说按照这个正常自然发展。如果你强迫了，按照我们中国那些呢，强扭的瓜为了甜吗？不会甜。是的。你就是你要捆绑的夫妻，能甜吗？也不会。就是亚叔就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为了结婚去结婚。对，这个结了婚的事，当然。当老人的到我们大人的希望儿女结婚，这是肯定的。是。那这个主要的主题是这样子。是是是。我们有人干什么？这是让那女的成个家，结婚，当然我们最好了。是的。但是他不一定要这样子，那我们不能强求啊。是的，嗯，是的。你按照自然的发展。是的，是的。这可以了吧？你还想怎么样？尊重他的意见，尊重他的生活。对，因为首先你这，我们当大人来讲，刚才我讲了，定希望这样子。嗯。你不能强求，是的。再说，在整个思想灵魂来讲，我们要尊重小辈，尊重一个人，人本身是平等的。是的。你不尊重他，好像你是当父母的，好像你是老大，一定要怎么怎么的，样样这个拧着来，那怎么能行呢？你说不可能生。是的。我可以生三个小孩，我们同学有的，我们也都是跟我一样当兵的，三个小孩有啊，生三个的两个都有啊。那亚叔当时为什么只考虑到生一个小孩呢？这为什么生个小孩呢？当然了，这个要讲历史的背景。是。为什么呢？我出来当兵，我想呢，我爸爸妈妈都没得到我的好处。当然了，我又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那个是穷。是。我爸爸没有，现在讲起来没得到我的孝敬，用到我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不一定要在家。你说我生了儿女有什么用呢？你看，社会上有多少？有多少这个不孝敬爸爸嘛？有多少？表面上看都好，你说是吧？有多少啃老族的？就是没有想把老年的就是幸福生活寄托在你子女身上，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我是很独立的。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大概在写个二十年，在写个二十年，我是这样想的。我本身在把自己的遗弃交给国家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啊？理解。哎，交给国家，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准备是不要买什么墓啊。海葬就可以了，你看你最后买到庙里也可以海葬，买什么坟墓乱七八糟，不要，再去烧什么墓啊，乱七八糟那个乱七八糟，不要。我说活在那里，你对我好一点。我是看着哦，我女儿不错，买衣服买给我，买给我吃啊，经常说，这才是真正社会的享受到。是的，是的。到死了以后，他们买个这个东西啊，供啊供啊，金啊，这那叫厚葬。你嘛在那里不好，死了你才好，谁能看到还能摸得到？是的。
亚叔你想的好远啊，想的挺远的你。亚叔你就退休之后你女儿带你去哪边玩过？我当时说的我们所有上海江上海的住高级的饭店一个月出去一趟吃顿中午饭，总共在700-1000块，再弄个脚按摩个脚住院，再吃个晚饭，有的是呢不弄脚就吃个下午茶，总共一天总共不超过2000块钱，够年够节，一般情况下总共是最贵的地方我们3个人3000块钱一次过，高档的地方所有地上高档的地方所有地方都吃过。平常这都是你女儿请你们吃的？那当然，我肯定是挺好呀，你女儿很孝顺呀。啊，是小棉袄很好的，很疼你们。啊，是挺好，挺幸福的。亚叔，那当然了，蛮幸福的，很 好，很好，相当不错了。 那当然好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挺好的。很好很好很好，我女儿是很好的。是，我觉得这个听你这么一说，你鞋啥的衣服也是你女儿给你买的吧？从里到外，从里到外，哎，蛮好的。你看从里到外都是亚叔要穿上蛮帅气的。我这个是最差的一套了，过年的是还不过年，给我这买了一套这个那个叫什么，一双鞋1580，名牌。这个都我们车都是名牌，都是名牌的。买一条皮带，他要给我买2100块钱的皮带，后来我说太贵了，我只买条800块的，挺皮带吧。疼你啊？不，我女儿嘛还可以，这个东西啊，非常好嘞，非常好。亚叔是生活的蛮幸福的，挺好。幸福幸福。嗯，挺好的。因为我这个人，应该我自己不夸自己，我这个人比较开明的，比较开明。